哎，喂，干什么呀？我们现在在西藏啊，要回去呀，回去结婚了。我现在跟小凤两个刚刚到西藏这边了，应该回去不了的。哎呀，回去结婚不没有那么快，因为刚刚过来。小凤也是啊，小凤也跟我一起啊。小凤，你就过来啊，你就走这边过来，就走这边过来，来这里就可以了。你就说谁打电话给我的。小凤在我这边，他刚刚去那边了。什么？啊？谁打电话给你啊？等一下啊，他现在过来了，他现在过来了，我晚点再给你回电话吧，好吧？你钱你有吗？啊？你钱你有吗？干嘛？你钱你有吗？刚刚那个媒婆打电话过来的。确定是媒婆，不是你前女友啊？媒婆打电话过来的。他打电话给你干嘛？他让我回去。让你回去？啊。回去给你介绍吗？介绍另外一个。他说让我回去结婚。我说。跟谁结啊？我说我们刚刚到那个西藏。都没有到西藏。刚刚到西藏，我跟他说刚刚到西藏，我故意跟他说的，跟他说的。到没西藏，到没到西藏，我没跟他说，我说我刚刚到西藏。嗯，这样说他才可能不会让我去回去。意思说他催你回去跟别的女孩子结婚啊？跟你。我在这里怎么结？他要我把你带回去。现在啊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说我跟你刚刚出来呀、啊，出来还没到拉萨呢。刚刚到西藏，这个媒婆最近生意是不是不好啊？要催你？不知道啊。啊？不知道啊。那你怎么想啊？我怎么想啊？嗯，你想回去就回咯。那你想不想回？啊？那你想不想回去？我们刚刚出来都没多久，回去干啥？媒婆不叫你回去吗？她只是催我回去跟你两个把婚事给办了，她好拿那个米。她最近生意不好是吗？可能是吧，我不知道。他昨天给我，昨天晚上打个电话没接到，然后刚刚又给你打，刚刚呢，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，然后，我就接到了嘛。我说谁呢？原来是他打电话给我的。回不回去嘛？我怎么知道你？他叫你回不叫我回？我随便你啊，你开车，你想不想回？想回就回咯。不想回就不回了。我估计是不是你姐催的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你妈催的。是不是你姐说这个小凤跟这个小梅去西藏这么久都不回来呢？然后她不敢，你姐不敢打电话给我，让媒婆打电话。我操，这个阿姨好臭啊！我还是水芹菜的。这个艾草。我还是水芹菜。哎呀，好纠结啊！到底是现在我们两个刚刚步入西藏的大门口，还没有进去，在边界。到底是去还是要回去呢？你自己看着办啊，难道这你自己都决定不了吗？哎，不确定啊。不确定。我自己哪里能决定？还有你啊，你说嘞？还没叫我回去，叫你回去。这是两个人的事，这难道是一个人的事啊？那万一他你回去的给你介绍另外一个，就可以马上结婚了嘞？说不定他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哦。我现在他刚刚打电话给我，问我小凤，我说小凤在那边上厕所，然后你就过来了，就我就把他电话挂了，说不定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的。他打是打给你啊？他可能会还打回你，打给你的。打给我也是我姐打，怎么可能会是他打？就是啊，你姐也可能打给你啊。不知道哦。
不知道哦。是哦。那你还想不想去西藏嘛？想不想去布达拉宫嘛？你回去的话，我就自徒步啊。你自己去啊，你自己去，我回去你不回去有屌用啊？怎么没用啊？那我都他万一给你介绍另外一个呢？介绍另外一个？嗯，不正合你？他又没说给我介绍，刚才打电话，又没说给我介绍另外一个。那你问他是不是给你介绍另外一个啊？到时候明天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肯定今天没接，没怎么说清楚，估计明天还会打电话给我的。那我就不找你了。他估计你姐或者你媒婆还会打电话给你的。反正你如果想回你就回啊，然后你想不回呢就不回，如果你回了我就自己徒步去，因为这么多人徒步我一个人我也不怕。我买辆那个推车推去啊。推车推去，你要找个人推你啊。找个人推我。你那个你自己能推车，你那个推车比你还重，你要找个男的把你推过去。我不用这么多行李，我带一个睡袋，带一个锅就可以啦，还要带什么？带衣服啊，带两套衣服就可以啦。你那剩下的衣服你帮我带回去嘛。你那车里都是大半截都是你的衣服。哪里？我就冬天跟夏天了，我都没有衣服，都是你的。春夏秋冬的衣服，鞋子好几双，袜子鞋子就两双，袜子一大坨，鞋子就两双。哎呀，就两双鞋子。拖鞋啊，这种鞋子啊，就两双。还上次那个雪地鞋、啊，就三双鞋子，你的四双，一个男的四双出来五双，丢了一双在半路里。哎呀，不知道了。哎，很纠结啊，是到底是去西藏呢还是不去呢？哎，我电话响了。哎呀，这估计是媒婆给他打电话了，还是他姐打电话给他的。哎，这里好多野菜哦，这里好多野菜哦，这个是不是鱼腥草哦？这个有点像那个鱼腥草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哦。哇塞，这条河都修得这么壮观了，这个流水流得很急啊，这个河里面都是铺的有石，好干净，这个水，这个河里面都铺的是石块哦，看到没有，一块一块的石头。那里好像有个喷泉，哪里有喷泉？那里，哪里有喷泉？那里，那看到没有水？看到这个水涌起来的，这个啊。这个不是喷泉吧？那是什么？那个不是喷泉，那个。那是什么？那是那个回旋窝。回旋窝？什么鬼？那个上面有个石头，没窝，也没说清楚啊。我们呢也很纠结，到底是去西藏呢还是回去呢？哎，搞不清楚了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回去吧，还是？我走了，下雨了。现在也下雨了。等确定好之后呢，再给大家说啊。自己会搞啊，小凤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凤。啊。表一首古诗。一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破布三千尺。不是这样背吗？教我的还是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床头鞋两双。你的古诗200首？不，300首吧。背的不错啊。能会背已经算不错的了，还真怎么的？能标出一两句还不错是吧？是吧？吃饭啦。这个鸡今天又吃鸡哦，都吃了三天了，肚子吃痛了，吃个鸡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吃剩菜，因为我们的菜啊，因为我们两个战斗力不行啊，吃不动啊。不是不行，是省着吃。我要吃的话，我早就吃完了。你吃得完了？我吃完，你吃不完，你不得你这个饭量啊？吃不完的。你吃一个鸡腿还搭上半只鸡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吃不完的，我们今天呢吃完，明天呢？吃那个茄子啊，上次买的茄子还没吃，已经买了几天了。
你在干嘛，小妹？啊？在干嘛？考试啊。考什么试啊？考驾驶证。你不是有了吗？飞机驾驶证。那天那时候买的时候问他，他说不用驾驶证啊。要的。那天买的时候问他了呀。西藏这边要驾驶证才可以飞飞机的。这样子啊？啊。那你能考合格吗？在学啊，学习啊，学完了就考啊。多少分合格？80分。80分合格？同一天能考两次。那如果两次都不过呢？两次不过，明天再考。考过为止。哦，要钱吗？不要钱。那你行不行？正准备考了哦。界面呢，就是民用无人机啊的一个考试系统啊，我要准备去考试了，80分及格啊。希望我呢能够一次性通过啊。现在呢，我就准备开始考试了。理论合格证考试考完了没有？考这么久？考了。合格了没有？啊 ？OK 了哦。BBQ 了 ，OK 了。考合格了哦，你看。多少分？刚刚合格。刚好合格。有没有作弊？没有啊。上蒙的吧？30分钟50个题目，你去作弊，你百度都摆不出来。我看上。80分呐、啊！是啊。哎呦，什么时候拿证啊？合格了哦，现在就可以拿证了。这里呢，就是我的航空驾驶证啊。